主内弟兄姐妹平安，也欢迎西澳加密堂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同的敬拜。今天的崇拜是受难节的崇拜，在世界各地各教会都在受难节，在不同的时间一同纪念主的受苦，并钉十字架，完成救赎世人的工作。这说我们预备心，要开始今天的敬拜。以赛亚书53章2到3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处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这时候我们一同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主的名，为了今天受难节的崇拜，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主的受苦受难，完成了拯救的工作。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这时候要一同的敬拜爱我们的主，我们将这个时间交托给主，接着今天的敬拜，从诗歌、祷告、主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不论面对任何环境、困难、问题，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主，帮助我们有信心和力量过得胜的生活，在主里面有平安。我们也把今天的敬拜交托给主，求主赐福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上柔美娇，
上的爱。哦，主耶稣，你深长的爱。哦，主耶稣，你深长的爱。我要赞美，我要归向耶稣的爱，神的阳光，人潮爱中之伤害，主的爱坚固，永不动摇，也永不会改变。在主耶稣神爱之中，福音十三章一至五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在各地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今天是我们在各地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可是我们今年跟往年不一样。但我们今年和往年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各自在我们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是透过网上科技一起聚会和敬拜。因为你是各自在家里面透过网上的科技来一起来到敬拜。最近这两个月的那个疫情，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许多的影响。
最近这两个月的疫情对我们生活上面造成很多的影响。我们生活上真的是不便。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不方便。我们也会担心我们自己和家人的那个健康。我们会担心自己和家人上的健康。我们的工作的那个方式也做调整。我们工作的方式都做了调整。甚至我们也会面对裁员的那个压力。但是我们也都会面对裁员的压力。我们所承受的那种的压力和挑战是真实的。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和挑战是真实的。可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也会去思想主耶稣基督所承受的那个挑战和压力也是真实的。我们今天也都会思想在主耶稣基督承受的压力和挑战都是真实的。我们将会从主耶稣在一天内所发生的三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会在主耶稣一日到发生的三个事情来到思想。第一是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爱人到底。第一个是主耶稣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爱人到底。第二的时候，他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痛苦到底。第二个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主耶稣痛苦到底。然后第三的时候，他在受审中，他受辱到底。在第三个时候，是主耶稣在受审的之中受辱到底。我们来先看一下那个第一点，主耶稣爱人到底。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点，主耶稣爱人到底。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记载了主耶稣跟门徒一起用餐。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里纪念到耶稣同门徒一起用餐。主耶稣本身知道三件事。主耶稣本身是知道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他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第一个件事是知道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主耶稣在之前的时候也多次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在之前已经指示了门徒，告诉他们他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要在第三日而且要被杀，而且在第三日复活了。因此呢，主耶稣知道自己 离世归父的时候是指他会为罪人而死的时候。耶稣说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就是指耶稣要去为罪人去受苦的时候。第二件事的时候，主耶稣他所知道的是父神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第二件事耶稣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中。表示说天父已经把天上地下的一切的权柄交在主耶稣的手上。表示主耶稣天父已经将天下万物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上。然后第三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是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第三点耶稣讲到的是他知道自己在神那里出来，而要归回去神那里面去。耶稣知道自己本身是神。耶稣知道自己是神。耶稣知道自己本身手上掌有一切的那个权柄。耶稣知道他自己掌有一切手上的权柄。耶稣也知道说他需要面对那个为罪人死的那个时刻。耶稣也都知道他要为罪人死那个时刻。因此呢，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耶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考虑，需要去承担的。其实是因为这样，所以耶稣知道他有很多事情去考虑，要去承担。可是在第一节的时候，主耶稣说他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在第一节那里讲到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到底。主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爱那个属于他的人，属于他的那门徒。他说他爱他们到最后一个时刻。耶稣爱他跟随他的门徒，他说他要爱他到最后一个时刻。因此呢，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做了一个事，以他的那个身份，以他当时的时刻的时候不符合的那个举动。所以耶稣就做了一件以他当时的身份不适合他做的举动。
在第四节的时候，他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然后呢，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他呢在第四节那里讲，他在站直起来就脱了衣服，就拿一条手巾去束腰，然后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抹干。我们很清楚，为人洗脚其实是仆人的工作。我们知道为人洗脚是仆人的工作。在那个一起用餐的那个当中的时候，其实轮不到耶稣为门徒洗脚了。其实在那里用餐的人当中，其实是不轮到耶稣去帮人家去洗脚的。可是在当时的门徒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内心里面其实有一个期盼。其实在当时的门徒里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期盼。主耶稣是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主耶稣是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城。他们也盼望会行神迹的耶稣的时候，将会带领他们推翻政权，然后那个治理犹大神。他们盼望耶稣入去的时候可以去帮他们推翻政权，然后带领人民。因此在那种的时刻的时候，其实保持自己的那个身份是一个能做领袖的身份，其实很重要的。在那个时刻，其实可以保持一个做领袖的身份，其实是很重要的。可是主耶稣爱他们爱到底。但是主耶稣爱他们爱到底。到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还考虑到门徒本身的那个需要，然后给予做教导。他在最后也都看到摔到门徒的需要，然后给他们做教导。所以主耶稣就跟他们解释说，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主耶稣跟你们讲，你们应该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最后一个时刻的时候，主耶稣要面对十字架的那个痛苦，其实很多事情他需要预备自己的。其实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就来要受到十架的痛苦，所以其实他是应该要预备自己的。可是他在最后的一个时刻的时候，他仍然考虑到门徒本身的需要。但在最后的时刻他仍然考虑到门徒的需要。彼此洗脚为他们做榜样，也带出了主耶稣为门徒本身那个死生的那个榜样。彼此去洗脚去做一个榜样，也都是主耶稣都示范了去舍身的榜样。然后我们在纪念主受难的时候，然后我们在纪念主受难的时候，我们不单是纪念主耶稣爱我们到底，我们不单只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爱我们到底，我们在同时的时候也纪念他爱我们到底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的这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也都是学习要他是爱我们到底，也要去我们去学习我们这个功课。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有的是有身份的，有权利的， 有些是有身份有权利的，有的是有经济能力的，也有的是有知识的，有些是有经济能力，有些是有知识的。可是主耶稣盼望看到的就是在我们群体中的时候，我们都彼此谦卑下来，彼此学习洗脚。但是主耶稣基督是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团体之中是彼此谦卑下来，彼此洗脚。出自爱人的那一种的动力，以致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来。出自那个爱人的动力，以致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身份放下来。第二件事呢，是我们看主耶稣爱人到底的时候，他做了什么。第二个，我们看主耶稣爱人到底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什么？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痛苦到底。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痛苦到底。主耶稣和门徒来到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和他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克西马尼园是主耶稣常常独处和祷告的地方。客西马尼园是主耶稣常常祷告的地方。那天晚上的时候，他就对门徒说，他说你就坐在这里的时候，我要去祷告。他去到那里的时候就跟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我要去祷告。
然后他就带着那个三个门徒的时候就一起同去了。然后他带着三个门徒就一起去了。经文特别告诉我们说，形容主耶稣当时的那个心情，他是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他这里有形容到耶稣基督当时的心情，他是惊恐起来，极其难过。然后他是心里忧伤，几乎要死。然后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所以我们可以体会的时候，主耶稣在那时刻，他是痛苦到底。我们可以体会主耶稣基督在那时候，他是痛苦到底。到底主耶稣为什么在那时候痛苦呢？到底主耶稣基督在那时候为什么会痛苦呢？他祷告父神说，他说倘若可以便叫那时候过去。他也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扯去。他祷告的时候他说祷告的时候说，如果你可以的话就叫这个时叫那个时间过去。他都说阿爸父，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我们可以知道说，在那时候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这杯就是带罪的那个苦杯。我们知道那件事就是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杯就是带罪的苦杯。我们基督徒常常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基督徒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主耶稣在那过程中的时候，他其实是痛苦到底的。其实我们常常忽略到主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他是痛苦到底的。他面对那个十字架的痛苦，可是他同时也挣扎，就是要去顺服父神的那个意思。他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但是他同时挣扎要去遵行父神的旨意。可是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但是他挣扎讲，他说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在三十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看到他们在睡觉。在三十七节讲到耶稣基督回到门徒的时候，看到门徒在那里睡觉。然后三十八节的时候，他就想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虽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在三十八节讲到，你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虽然这句话是对门徒那个勉励的，虽然这句话是对门徒的勉励，可是同时的时候也描述了主耶稣当时他本身在挣扎的时候，他那种的心情。同时也都讲了主耶稣基督在挣扎上面的心情。他也是一样，心灵虽然愿意，可是他的肉体却侍奉的时候盼望那个苦杯不会临到。其实他固然是心灵愿意，但是在肉体上他也希望这个苦杯不会来到。因此呢，他本身面对得胜的那个方式是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此本身的他要做的就是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警醒就是在要顺服主的那个教导原则的时候，自己恐怕可能无法实践，所以就警醒，然后祷告，免得自己软弱了下来。他警醒就是因为他怕自己的软弱会不去遵行父神的旨意，所以要警醒祷告，所以就不会软弱下来。主耶稣第二次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主耶稣第二次回到门徒那里的时候，然后看到门徒还在睡觉，看到门徒又在那里睡觉，睡了觉。经文描述说，门徒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怎样回答。他讲有经，耶稣基督看到门徒的眼睛是甚是困倦，他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回答。我们都有类似的那种的经验。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我们身体很累的时候，我们眼睛困倦，我们真的是想盖上眼睛睡觉。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眼睛困倦的时候，我们都想黑埋只眼睡觉。当我们很疲累，我们睡觉的时候，当有人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真的是昏昏沉沉，也不知道要怎样回答。
当我们去、有半睡半醒的时候，有人叫醒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昏昏沉沉，好像只眼好像继续要去睡觉那样。门徒本身的那情形是，他们心灵虽然愿意，可是肉体却是软弱的。门徒他本身的就是他虽然是肉心灵是固然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的。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痛苦到底，他也教导了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课。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痛苦到底，他也都教了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在面对艰难，面对抉择的时候，面对挣扎的时候，总要选择警醒祷告，免得自己入了迷惑。他教导我们在我们遇到困难、遇到艰难、遇到迷惑的时候，要心灵愿意、要警醒祷告，要免得进入迷惑。然后第三点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是主耶稣在受审中他受辱到底。第三点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受审中他是受辱到底、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之后，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捕之后，他在深夜和凌晨的时候有、到七个场合来面对、那个审问。他在、深夜到凌晨的时候有七个场合他就受到审判。他整个过程的时候他是受辱到底的，在整个过程之中他是受辱到底的。当他被带到大祭司以亚拿的面前的时候，当他被带到大祭司以亚拿的面前的时候，审问他们旁边的那一些的参议的时候，也打他，也戏弄他。在旁边，在当他被审问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打他又羞辱他。然后他被带到那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的时候，然后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面前的时候、那里的那个看管的人的时候，也戏弄他，也蒙他的眼睛来、戏弄他。那里的人也都蒙住他的眼睛来到戏弄他，然后也说了许多辱骂他的话，就讲了很多辱骂他的话。然后在那个犹大公会的时候，他们也尝试找假证据来控告耶稣。在犹大公会的时候，他们甚至找些假证据来到控告耶稣、他们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用手掌打他。他们蒙住他的面，用拳头用手掌去打他。然后在希律王面前的时候，他们也猛猛地控告他，甚至那个希律王和他的那个侍卫就藐视耶稣，也戏弄他。那里在希律王的面前的时候，那些侍卫去打他，也都藐视他，甚至那些侍卫同个希律王一起去藐视他。然后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也戏弄，然后鞭打他。然后在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的戏弄仲同埋鞭打他。我们要想一下，主耶稣本身他有三个知道。我们去想一下，主耶稣本身有三个知道。他也知道，他知道说这个时刻的时候是他本身要离开父那里去为人、赎罪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是、这个时候是他要离开父那里 去为人赎罪的时候到了，要到了。可是他仍然是有满有那个万有的那个权柄的那位神。他仍然是一个万有，他满有权柄，万有有万有能力的神。可是他却愿意为我们、为我们经历这一切的、凌辱。但是他却愿意为我们去经历一切的凌辱。所以主耶稣爱我们本身到底的时候，他愿意痛苦到底和受辱到底。主耶稣爱我们到底的时候，他愿意痛苦到底，受辱到底。正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切都是出自于神对人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咁讲，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啲都系彰显咗神对约世人嘅爱。我们对爱我们到底的耶稣，我哋被爱我哋到底嘅耶稣。我们为我们痛苦到底的主耶稣，我哋
为我们痛苦到底的主耶稣。我们为主耶稣，为我们受辱到底的主耶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回应呢？我们为我们受辱到底的主耶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回应呢？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用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一起的那个思想、默想、祷告、回应。我们最后用一段的经文去思想、默想、去回应。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是我心里，让我好怜悯。
愿上帝的大爱，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使我们常常遵守主道，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谢谢吴牧师今天的信息，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更有信心和力量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近来的疫情越来越严峻，因此弟兄姐妹还不能到教会来敬拜，教会的领袖们也问候大家，也为大家来代祷，也能够在电话或者是简讯中能够与大家联系。弟兄姐妹，若你们在有些什么困难或有什么的需要，也可以来和牧者长子们联系。大家也可以用电子转账的方式奉献，用支票或现金也能在方便的时候交给教会。星期日上午我们仍然有安排复活节的崇拜，请大家预备心，用视频的方式参与敬拜。这时候我们将结束今天上午的崇拜。